大家最重要健康啦，呢樣嘢啊，祝福各位都健康平安。咁啊，首先咧，我哋就請我哋嘅國際釋迦文化中心主席郭博士同我哋講話。誒，大家好，我首先播一首。我哋因為嗰啲國歌咧要申請嘅，好實際嘅，要申請嘅用國歌。有個國歌法，我哋咧就改咗一首歌，大家坐度聽一聽，識唱嘅慢慢細嘅聲跟住唱，覺得明天會更好。时间时光一般，孤独地转个不停，日出还是清晨，大地光彩。
講嘢之前咧，就有啲嘢要提提大家嘅。好，大家好。咁有意贊助放生活動嘅朋友咧，咁請將咧贊助嘅善款啦，存放於喺呢個台上面嘅信封，等工作人員稍後咧就會喺每張台裏面收取噶啦。咁而台上咧亦都備有一啲白紙嘅。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抵陣咧寫完之後交嚟前台俾博士指教嘅。咁第三樣嘢咧就最緊要咧就一陣無論係幾咩時候都好啦，喺船上邊照顧所有嘅長者同埋小朋友即係因為始終喺船度比較搖啦，咁睇一睇佢哋各位同嚟嘅小朋友同長者啦。咁跟住我哋嘅環節咧，就係請我哋嘅主席郭博士同我哋講話嘅。安全最緊要啊，乜都假嘅，安全最緊要，安全最緊要。輕鬆啲，講故仔，講故仔。第一個故仔就喺某個朝代咧，有個秀才，咁啊好勤力讀書，因為要考功名啊嘛。秀才又中舉人，舉人又上進士又考狀元。以前我哋古代啲人咧就係、十年行槍嘅，過咗做官。有讀聖賢書嘅，但只不過咧，通常讀聖賢書之後做咗官咧，就過做貪官嘅，唔記得咗聖賢書嘅呢個另類嘅話題嚟。咁啊，夜晚讀書又要磨墨噶嘛，自己磨磨黑墨咧，咦？有隻烏蠅喺度，喺個墨砚嗰度。佢好有心機啊！喺墨尖咧，慢慢撩咗個烏蠅出嚟，擺咗喺個即係等於個紙巾嗰度，等佢揾少少水咧，啲墨咧就溶咁啊，只烏蠅咪飛唔起咯。佢喺清水咧淋一淋佢輕輕，等只烏蠅咧乾咗咧，只烏蠅後屘飛走。即係好自然嘅做咗呢個動作，等烏蠅飛走。好啊，咁啊到咗佢相安無事，過咗第二年，佢同嗰啲校友啊、學友啊咁啊去夜晚飲花酒，飲完之後醉醺醺咁啊行翻屋企。以前嗰啲古代冇而家啲燈光火猛噶嘛，咁啊行嗰啲巷咧一踢。俾啲嘢一踢，咁自己跌低喺度，跌低喎隻手順勢又撳咗地下，咦點樣濕嘅咧咁？喺啲暗火都睇到原來滿手血，哇！跟住嗰啲看家佬行過，嗰打更嗰啲更兵啊，咁啊捉咗佢就當佢係殺人犯，因為以前古代嗰啲係你嘅手又有血，係咪？條屍又喺度。今時今日都難搞啦，一定係你嫌疑噶啦，咁啊捉咗快咁啊，虎打成招，嗰單成招咧就要判個，原官判咗死刑，但佢哋嘅程序咧再交翻上俾州府啊嘛，一路再呈上，呈到知府、州府嗰個大官咧，咁佢要再加簽。即係佢以前古代用毛筆噶嘛，唔係用鋼筆噶嘛，佢簽名加簽個名，即係批示。突然間只烏蠅咧喺佢嗰個筆頭度咧嗡嗡聲轉，佢一想簽名，只烏蠅就轉。而事者咧幾次都係咁。咁呢個知府大人咧，因為佢唔係縣官嘛，佢只不過係加簽，咪睇過啲資料加簽。咦？唔通呢單嘢有蹊蹺咁？咁啊聽亦都問一問個師爺，係啊，聽翻嚟話嗰個犯人咧一路都呼話冤枉嘅，咁就唔簽，就咧就通知你翻查呢單案，翻查，即
即由佢，即等而家由省委派人落去嗰個市路仔去翻查探案嘅。知府係當時係差唔多係省委咁滯嘅，咁啊派落去派人翻喎。個故事咧就係佢烏蠅咧，就係嗰日佢係救咗只烏蠅嘅，就嗰只烏蠅嚟。假設我諗啦，我係攞佢只烏蠅未死又有效啫，烏蠅嘅命長嘛，如果遲兩年先踢到嗰件嘢，咪撲街，只烏蠅死咗啊就冇辦。但係呢啲故事咧都係俾人有啟發嘅，即係話喺嗰個宇宙間咧，嗰啲生命咧係有靈性嘅。咁啊第一個喎，第二個就有人做生意，佢又好善意嘅。咁啊，去到坐船嗰時咧，即係過嗰啲環島啊，坐嗰啲船嗰時咧，就側邊咧就有人有幾隻龜賣啊，捉到喎。佢行過等船嗰時，不過佢感覺只龜流眼淚啊，即係佢感覺只龜。有隻老啲嘅龜咧，係滴眼淚，即係眼濕濕望住佢咯。佢自己驚起上嚟，咁多人圍住你睇，咁點解你唔望住我咧？或者自己錯過啦，成日只龜望住佢，就眼濕濕。佢一念之間咧，就你係自己呢輪做生意賺到啲錢，咁啊問下佢，佢多數啲人買嚟翻去。劏咗嚟燉湯啊，又剩啊嘛，就問佢幾多錢咯。咁啊買咗三隻龜，一隻老嘅，有兩隻後生嘅龜，就係最老嗰只放住嘅，佢買咗。買咗咧就即刻叫咗漁夫，你同我拎出去海放啊，放咗去。啊，即係嗰只老嘅龜咧唔肯走嘅喎，停好耐，同佢揼三下頭咧先走。走咗咁咪當冇咗件事咯。好啦，佢一路做生意咧，就一路啲生意好順喎，好順景咧。就當年咧就興賣官喎，知唔知啊？清朝有賣官，即係而家你買個政協做啊，即係嗰類，你明唔明啊？嗰時咧又有賣官嘅，買嗰啲係捐官啊，即係我哋近代嗰個胡雪岩都係捐官噶。胡少南都係買嘅嗰個官賣翻，嗰日賣官做下市民，而家賣官做啊，賣咗咧，咁啊上任啦，查探督察。咁你知啦，你大老爺，咁啊梗係好多人服侍你噶嘛。咁你嗰啲船咧又要自己坐噶嘛，唔肯即係有船夫你自己坐又唔肯。俾人哋啲閒雜人等埋得你心啦，其他閒雜咧身邊傍住啦，你明唔明先？即係出入都係好大陣仗噶嘛。誰不知咧，佢就唔係喺自己上任坐船出事，就有咗錢之後咧，一自己做生意出身，咁有班知朋狗友咧，一樣約佢走去嗰啲華房嘅地方飲花酒。佢又唔敢公然執嚟去，就另外揾架艇仔，再自己咧就車埋喺只花艇嗰度，你明啦？其實人哋花艇咧就嘢駁佢咧就好安全嘅，因為做咗官啊嘛，變咗佢擺低少少，兜遠啲，揾架艇仔啊喺走後門啊，即係走去後門啫。啊，除非佢個艇嗰度咧就突然間有浪打埋嚟，跌咗落海。咁我罩艇嗰樣自己救自己噶啦，個救自己啦。個人跌咗落海沉嘅時間咧，突然間有嘢底下托佢上嚟，就係嗰只龜嚟。嗰個世間真係都幾神奇，生命真係好神奇。有幾載㗎呢啲故事有幾載？你上網 search 到。好啦，講第三個故事。講大話打一次。
第三故事涉及《心經》的故事，大家很多同學念《心經》嘛。《心經》是我舍利子，那時候佛呢就問舍利子啊，就是講那個舍利子啊，那個羅漢嚟嘅，佢係智慧第一，須菩提咧就係解空第一，目連尊者咧就係神通第一。咁舍利子未成羅漢之前咧，佢就係確嗰班佛祖咁偉大，又捨身為苦，又成佢就想成佛，就學佢嗰個行為，好捨得嘅，乜都得，哇！周圍幫人咩成，好捨得。即係嗰陣時佢出咗家，佢有即係佢係有一世出咗家一路咁樣做，因為佢後期佢投胎做咗500年蛇嘅。出咗家之後，跟住咧變咗投胎做咗蛇，就係為佢呢件事。佢以為自己好捨得，好有功夫。嗰日咧，佢行下咧就有個女人喺度喊，一路喊一路成，喊得好得人驚啊！喺度咁啊啊！佢啊諗住佢做大菩薩救人啊！問佢咩事？我冇啊！我仔咧就有個病咧就死啦！醫生話開咗條方。但咧就揾唔到腫嘅，變咗咧就冇救啦。咁你咩藥啊？咁難揾我幫你揾啦。佢啊只開聲話幫佢揾藥，係啊要揾隻生人嘅眼咧嚟做藥嘅，做藥引啊。咁蛇子啊，誒好小事啫，我俾你啦咁。因為佢都有少少神通功夫噶嘛，即係佢都咁多神。就畫咗隻右眼出嚟俾佢，誒你攞翻去咧就做藥引。咁你話審咧？唔係喎，左眼先係喎。拆啊！誒咁啊，畫埋左眼俾你。我行菩薩道嘛，捨得啊嘛，唔係總之啊，畫埋俾佢。啊呢個審揸住，喂唔得，佢呢啲眼臭嘅有味嘅咁樣，乜掉咗落地下。蛇子頂唔順，頂唔順，即刻發火。咁因為佢咁樣突然間無名火發咧，就鬧呢個女人咧。我想鬧呢個女人時間，嗰女人咧砰一聲，即刻喺空中消失。一陣長雲咧現咗喺個空間，即係你未得嘅靚仔嚟嘅。好啦，因為佢咁樣一發火，人就走咗啦。人哋佢自己咧就喺嗰世跟住咧就變咗做咗，佢個真火好慢嘅火氣，所以變佢咧就未除到嗰個火氣，就做咗500年嘅蛇身，做蛇啊！一念之間，所以修行唔容易嘅。呢、这個真係唔容易，即係個貪真痴呢個真火啊！一念無明啫，咁你就係好大事。啊，我哋都好驚，我哋國家有某君咧一念無明火啊，大佬，真係好大件事，好大件事。毛澤東就一念無明火啫嘛，真係噶，唔係講笑。所以有權力嘅人，有做生意大生意嘅人，你就一念之間。一念之間，那個是很緊要。好，咁啊，故事講完，咁啊，祝福大家喺呢個亂世啦，我哋叫小亂世，咁希望大家帶嚟受到衝擊，個世界咧就舉例啊，要講清楚先。如果你信耶穌嘅人，或者信道教嘅人，有信仰嘅人。當一個世界咧，你遇到衝擊時間咧，你要俾人哋輕啲嘅，嗰個衝擊嘅力係好奇怪嘅，就唔係淨話你信佛教嘅，
因為你的心境不同，只要你承受的衝擊的力呢就沒有反應那麼大。所以呢有一個好的信仰呢是很重要，但很可惜我們現在國家呢不准信仰，有了佛廟，有了十字架，有了教堂，所以很多兩種的。但你又要明白喎，你話唔俾，點解唔俾咧？大家要做研究先得嘅喎。咁冇理由有好嘢都唔俾啊嘛？點解唔俾咧？咁呢個要研究喎。咁我早兩咧，我出咗貼咧，咁我就係公開話佢哋，我哋搞錯，你唔可以話無神論，因為你都唔知道神係點樣嚟嘅，神就係人變噶嘛。咁你無神論咪即係冇咗人咁啊，好戇居咁啊。而家佢哋開，佢哋而家喺研究院研究緊我呢一樣嘢嘅，即係錯曬嘅，講嘢馬克思。神點樣嚟先？鬼又點樣嚟先？鬼又係人變噶嘛？有即係話有做一善事多做神嘅，咁咪有個祠堂俾你擺上去，有間關帝廟俾你踎下，咪做咗神咯，係咪啊？如果你仲有啲功德嘅，咪有間樓在那些福德神啊，那些有的嘛，都是人變的。城隍廟啊，那些就是鬼有道有道德的，那就是說死了在那一剎那間呢，你要做保障啦，那嘛。那你共產黨說搞無神論，那就是沒了人。所以他們不是很明白的嘛，就是做口好做錯了嘛。但這個是我做了幾十年工作的，希望在國家裡呢要搞一種信仰。咁而家我搞咧就係搞翻個祖先文化嘅信仰俾佢哋，因為祖先你唔使拗啦，個都有噶。咁你祭祖先，恭敬祖先，個人都有祖先啊嘛。時候我哋又用呢、這個，所以我咪設計咗牌叫天地國親師嘅啦。因為鄧小平屋企咧都擺呢個天地君親師。咁大部長拍咗板咧，佢同我改一個字。就叫天地國親師，就不要個君主，因為而家冇皇帝嘛。咁又用我嗰篇祝福文咧，就作為經文啦，即係我篇廿四嘅祝福文。就呢套嘢咧，我一路慢慢推廣。所以大家咧要知道係個宇宙咧係你可以用科學解釋，但科學到而家咧有好多嘢解釋唔到嘛。如果大家眼前有杯水，全世界沒有一個學校研究院是知道水是什麼的，只知道水是濕的，還知道水有三種形狀存在，是知道水是一份氫兩份氧結構而成的，其他什麼都不知道，是很差大件事。即係水喺個地球上係屬於邊個範疇嘅物件咧？係冇辦法喺個實驗室度測試到嘅。點解測試唔到呢？因為逢係一杯水拎出嚟，梗有温度。即係話我呢杯水零下四廿幾度，或者係而家滾水九廿幾度。即係逢係水一拎出嚟擺喺度喺個地球上咧，一定有温度。因為既然間你一有温度嘅話咧，你個温度都係涉及火嘅範圍。呢一個水咧係俾個火咧冚咗，所以咧做唔到研究咧，佢係乜嘢？但係呢度你慢慢諗一諗就明白。即係逢係有温度存在嘅物質。就係、是、屬於火嘅範圍，因為我哋每一個物質咧都有四大元素喺度同一時間運作嘅，地水火風，佢係俾個火冚咗啲水，因為佢有温度嘛。其他三種咧都仲可以喺科學嘅範疇咧係證明到係點樣嘅，係水證明唔到，因為佢俾個火咧冚住咗，佢有温度。
check 唔到佢本身水係究竟喺個物質世界咧係涉及乜嘢，所以佢而家利用到啲水咧可以界嗰啲鋼板啊嘛，嗰水力槍啊好得人驚噶，好神奇啊！嗰水力槍可以界鋼板噶，所以大家咧就要自己知道，人咧係知得好少嘢，你知多啲咧就好厲害噶啦。咁大家我一陣祝福嘅時間咧，就你哋男女都要諗住屋企嘅祖先，因為你有祖先嘛。咁又以過去嘅父母在生好唔在生好，你兄弟姊妹過嘅叔叔伯伯同你有關係嘅祖先，同埋你嚟呢個世界食過咁多生命嘅，你爭我爭你嘅。如果第世話如果你食過咁多條魚，條魚咧每世輪流一條魚嚟食翻你轉頭嘅，咁我數好襟計。咁我哋咧嘅祝福咧，你就要將你嘅觀想，就話你過嘅祖先，你隔離左右同你呢世存在嘅生命，同你有關係直接間接嘅，都有你嘅心境咧，去希望我哋離開痛苦得到快樂。咁啊，男士咧又用左耳聽。個聲音一入嚟咧，就個心口咧有一粒白豆嘅金色光射去全個宇宙，就將呢粒金色光咧，就代表你前世做過嘅好事，同埋今世做嘅好事咧，係回向俾你自己嘅祖先同埋所有同你有關係嘅生命，以及宇宙所有嘅生命。如果一做人咧，或者就算一做得人咧，一定係前世做過好多好事嘅，因為唔會做人嘅。因為人類咧係喺嗰個生物嘅範疇咧係最高級嘅，暫時啊，暫時喺我哋個宇宙睇到嘅動物，人係最高級嘅。所以就因為你能夠落咗嚟呢個人呢個層次做人咧，就你過去世一定做過好事。好啦，到你做咗人之後，有冇福報啊、富貴繁華嗰、那個又另外一個問題咯喎，即係你有資格做人，已經好難得噶啦，一人先可以修行啊嘛，人先可以噏機自己啊嘛，動物唔會噏機自己噶。屈到你享唔享到人世間嘅福氣啊，有幾多咧？嗰、那個又另外一拍啦，就睇你做邊類嘅人，好多層次啦。你一出世啱富豪咁咪睇住打仗咯。你而家出世喺烏克蘭咁咪唔好彩咯，係咪？嗰個又另，但你起碼做到人咧，已經係好有福氣嘅。咁啊，將你哋個福氣咧培養俾個宇宙生命。男人左耳聽，女士咧就右耳聽。聲音入嚟喺心口變咗一陣金色光，射到整個宇宙咁啊！用呢個意境啦，唔係用語管一定啊，你個心諗住得噶啦，啊，即係可以睡眠，即係半睡眠眼諗住呢個光射俾佢。過去祖先話所有過去嘅怨親債主啊，南無達心不間多啦，咁多三啊三菩提心，菩提咒啦，咁卡嚓咪，等啦咒啦，咁卡嚓咪，神卡嚓啦，咁卡嚓咪，菩提音地菩提咒啦，咁卡嚓咪，菩提音地等啦咒啦，咁卡嚓咪，菩提音地神卡咒啦，咁卡嚓咪。
Ti atomas kamauri buddhaya soha te ata omas kamauri buddhaya soha te ata omas kamauri buddhaya soha te ata omas kamauri buddhaya soha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临界空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耳色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无得，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。无挂碍故无有恐怖，与微颠倒梦想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是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是咒曰：嗲阿达唵噶达噶达巴拉噶达布拉萨噶达布利娑哈。好，愿大家如意吉祥啊！身体健康，财源广进，家庭幸福。大妈叫你围啊，食嘢先咯。好。咁啊，食完嘢先围同醒啦。有问题嘅写低。系啦，各位有问题嘅就记得写低喺白纸度。一阵间我哋会有工作人员咧就过嚟收嗰啲问题纸啦。咁同埋各位喺食嘢之前咧，就即係雖然而家就快大家可以食嘢啦，但我哋會按台號去叫嘅，就請聽住我哋嘅指示去攞食物，因為地方有限啦，唔想逼埋一齊嘅。咁啊得啦。咁啊，第三點咧就各位出去攞嘢食嗰陣，記得戴翻口罩啊！啊，食嘢嗰。